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尼。欢迎我们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也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擅长不同学科的24位科学猜想团的成员，欢迎你们。在上一期结束的时候，同样又有两位站到了我们的对战席，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两位对战选手，雷雷、张浩林，有请两位走上对战席。雷雷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曾是学校礼仪队队长，现在是一名西安地铁 AFC 检修工。雷雷负责地铁自动售检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故障处理，曾以地铁蓝精灵的称号登上热搜，擅长生产生活中物理化学知识。首次站上对战台的他，能否释放自己的能量，一展蓝精灵的风采？我的对战宣言是以学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意思就是希望自己对于所有的科学知识都能学而有知，知为所用。张浩林，中科院硕博连读，擅长生物化学，专业研究方向对癌症诊断有社会意义。张浩林第五期首次登上对战台，就以稳中求胜的方式连胜两轮，成为现阶段积分榜前五名唯一女选手。在对战过程中一路稳扎稳打，从容淡定。朱砂，藏狐吧。回答正确，祝贺浩林进入到积分榜。可惜在最后的对战环节，他一分惜败，未能守擂整场。祝贺我们的猜想团。今天再次站上对战台的他，能否超越上次的成绩，对战到底呢？我的对战宣言是：我不怕竞争，也不怕输。两位今天在这儿，无论战绩如何，我们这里没有输赢之分，因为在科学上，失败往往是下一次成功的基础。所以希望两位用你们各自掌握的知识，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科学对决。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在我们第一个实验开始之前，跟大家进行个小小的互动。大家看到我手里拿的是什么？纸杯。这个纸杯啊，平时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用处还挺多的。对，上一季我们俩还用纸杯做了那个电话。哎，对，把它拴上一根绳，两个小孩可以拿它打电话玩。对。但是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是，你们知道纸杯究竟有多大的潜力吗？你们可能平时误会纸杯了，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不堪一击的一个小东西，其实并非如此。只要运用得当，纸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承载千钧之力。真的吗？比如说我把它倒扣过来，你觉得它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最近减肥了，我瘦了有2斤。恭喜你啊，用了3年。对，瘦了2斤不容易啊。好，小尼的体重是大概73公斤左右，我的体重应该是56公斤。对于这个纸杯来讲，我觉得其实咱俩这个差别没有什么太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两个接下来试一试，在体重没有太大区别的前提下，看我俩的功夫怎么样。我们用这个杯子作为梅花桩啊，每个人各6组，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往前走6步。不会他，我说理论上来讲是不会的。来吧，小心啊！我说3、2、1，我们一起上。好，好，3、2、1，一。哦，别动，别动，别动！横练一口气，有什么技巧吗？慢慢上，慢慢上。
距离前后均匀。三、二，走你，走你。为什么？你以为我这四十多年是白活的吗？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掉了钢丝后边。可能纸杯里面放了一根杆。没有啊。三、二，我把你的走完。来，我会完成你的遗愿。你再走一个试试。咦，厉害吗？是什么？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三、二、一，走，走，不是我收工收得太早，这哦，这是啥？这是假的意思。我里面有一层白色的涂料，涂在了杯子的内壁上。是这个涂料，感觉涂进去以后，立刻杯子不一样嘞。就你做的这个壁，180斤的人都能站在上面。这样，我抱着你站上去看看行不行？你站好，我跳上去啊。扶住了啊。三、二、一。哇！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这种材料，看来是造成咱俩刚才实验结果完全不同的一个重点。给它起个名字叫杯尖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料。我的杯子里面涂了一层白色的化学物质，叫做聚尿。聚尿是一种由异氰酸酯组分与氨基化合物组分反应生成的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高压喷涂设备的对撞式高速反应，哇，这么复杂，制造而成。就我没有一句看得懂的，反正就是很厉害。听不懂。这个材料它的特性，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就是硬度。除了硬度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实验，就和这种材料的其他特质有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一个巨大的，当然是临时的泳池，摆在了我们的实验区。你穿泳裤了吧？又是我。只要你不往水里放巨尿，我就可以放心往下跳。不是让你直接跳到水里，放心，这就是普通的水池，里面装的是水。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特殊的高分子化合物出现在哪儿呢？来，大家请看，在我身边有两艘摇的小船。那么现在这两艘小船，我们同样在它的关键部位做了一些处理，请大家看，就是这个部位，这一艘船，我们在这个部位给它锯开一个口子，然后镶上了聚尿材料，并且做好了密封。那这边呢？而这一艘船，我们同样在这个部位开了一个孔，然后镶上了铁皮。我们首先啊，会请小尼乘坐着这艘铁皮船，进入到我们的水池当中。然后呢，我们会给小尼一个工具，是一个尖嘴的锤子。我们请小尼坐在铁皮船里，坐下去以后，这个铁皮不是在这儿吗？啊，就你得咔咔，我自己凿，自己坐在里面自己砸，然后自己沉下去。所以这个实验只能我来是吗？我终于明白了，你早说呀。我们要给你30秒钟，然后看看30秒以后会发生什么。我还会在吗？哦，你只要不凿到自己，问题都不大。好，好吗？对，这身衣服我可以换掉吗？去吧去吧，去去，赶紧换。实验员，请把铁皮船放入池中。来，小妮，请到池边上船。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滩。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30秒钟，用锤子玩命的砸向船中间的铁板，然后30秒过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准备好，3、2、1，计时开始，计时开始。哇哇，第一下就砸烂了。不会吧？用劲儿，用劲儿，你就这么大点劲吗？水都已经进来了，进来了你也不要管，30秒钟玩命砸。这么不经常吗？太尖了，太尖了。我要看看最后效果究竟怎样。如果这个船沉不了，第二个实验也由你来做。淹了，没有问题。10、9、8、7、6、5、4、4、4、4，够了没有？怎么卡住了？我的船已经开始下沉了，差不多到一半了。经过小尼刚才的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铁皮船在尖嘴锤的攻击之下根本就撑不到30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艘船，我告诉大家，这个船这个部分是用聚尿材料做的。聚尿材料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一个特性，硬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坚硬。那么除了硬度高之外，聚尿材料还会有怎样的特性出现在我们接下来的实验当中呢？请各位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如果我们让小尼稍后同样用尖嘴锤奋力地砸向船底的聚尿部分，会发生以下哪种现象？ A 聚尿未被击穿，船没有进水。 B 聚尿材料被击穿，船进了水，但是水量不断减少。 C 聚尿材料同样被击穿，船同样会下沉。应该是 B 吧？为什么会不断减少啊？可能是因为它遇水会逐渐膨胀。哦，对，它会膨胀。一说是材料，这完全是浩林擅长的领域啊，然后当时我就比较没有底儿，比较紧张了。本季加油向未来，有一个奇迹诞生了。哎，那就是全场只有一个人选了 C， 剩下全部选择的是 B。 本来应该是先听两位擂主的理由，我们特别想听，我实在想听你的理由。关于聚尿这个材料呢，我其实并不太了解它的各个力方向的强度，但是我看到它是抗挤压能力很强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它在其他方面会有一定的弱点，因为不可能说所有的都很强，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对这个材料进行加工。他用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叫一物降一物，所以他认为他可能抵抗不了这种突然的这种冲击刺穿的这种力量。对，他抵抗不了那种刺的力量，但是可以抵抗压的力量。剩下的都是选的 B， 这个答案好像是得到了大家基本的认同。两位是怎么想的？就是在我刚才的观察中，我看到这个材料从大屏上投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很光滑的，而且它非常的亮，有点像那种跑道呀，或者是运动场上涂的那种塑胶跑道啊，特别像塑胶的。那这种涂料可能就不会像刚才从前面那个小实验中看的那样，虽然很坚固，但它不是说完全特别硬的那种。然后我就猜想了一下，可能锤子在去打它的时候它是会破的，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弹性，它这个洞可能会自己慢慢的会往回或者是怎样，所以出水量会减小，因此我选了 B。 我觉得他说的倒有道理，如果它是有弹性的话，它有可能会往回，但是可能恢复不到原状。对，浩林有什么想？这次我们分析的材料聚尿，包括我们前几期节目有提到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其实它们都属于高分子化合物。而这种材料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发生弹性形变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在更大的力下面它也发生了泛性形变破损的话，
由于它本身物质的性质，它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收缩回复的倾向，所以我认为它会水量减少。好，反正大家选的都是 B， 我觉得这题应该八九不离十，所以你应该更有信心去验证这个答案了。来吧，来，请实验员把巨尿船放入池中。尼克买提即将为我们验证，到底这把尖嘴锤对于巨尿船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二，开始，30秒，用劲儿，用劲儿。破了，拔不出来，感觉好像被吸住一样。见了。哎呀喂，它破了，它的口不小。哎呦，立刻就愈合了，迅速的回缩，就是在你拔出锤子的那一瞬间，它会漏一些水，但是马上，啊，我尽量砸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哇，一个接一个！哇，时间到！真的，就是在砸破的一瞬间会有水涌进来，然后我眼看着它迅速的恢复，我可以再使劲再砸一个大的吧？可以，来，三、二、一。迅速的就止血了，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些眼儿。如果这个真的是用在比如说造船的材料上面，一旦发生这种紧急的状况下，它至少能给你的维修对争取很多的时间，有一个应急的时间的。对，正确答案 B。谢谢你个买题。那么，曹老师，当我们谈论一个材料的弹性的时候，有两个物理量，一个物理量就是多大的拉力以后它还能恢复自己的形状，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多大的形变以后它还能恢复自己的形状。那么我们的聚尿材料如果是考虑就是它的弹性形变的范围的话，它肯定是远远大于铁啊铝啊这种金属材料的，因此给它造成相当大的创口以后，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形变的范围它还是能恢复弹性，恢复到原来的形状。但是恢复到原来形状其实创口还是在，但是呢由于水本来是非常极性非常大的材料，而我们这高分子材料本身呢里面有好多氢键，因此呢即使它的创口到基本上到毫米以下的时候，水可能还是进不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材料设计的时代，而现在我们竟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原子设计，就是我们要从原子层面就开始设计材料。原子制造是定义未来的技术，哎，我们不是在改变未来，是定义未来。聚尿目前广泛应用在建筑物防水、桥梁防腐、警用装备防护等领域。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聚尿主要应用在大桥的城管隧道接缝处，用于防水和海洋腐蚀。感谢这些仍然此时此刻还在默默的为中国的材料事业在奉献着的科学家们，谢谢他们。谢谢我们两位擂主，这一道题全都答对了，所以两位擂主现在是1-1。
这道题没有和浩林拉开差距的时候，我很担心。如果之后再遇上同样的跟材料啊、化学啊相关的题目，我可能会比较占下风。两位，究竟谁能够站到下一轮？我们接下来进入答题区。加油，磊磊！加油，浩林！实验猜想题后，场上对战选手将进行五道线索题抢答，每道题目依次给出四个描述性线索，选手可在任意线索抢答，但有且只有一次抢答机会，胜者上榜积分，败者回归猜想团，由猜想团中答题最优选手接力上台。现在两位站到了一对一答题区，今天的题目我刚才看了一下，还真不一定是两位都非常擅长的，请听题。宋代黄庭坚曾经有一首诗是这样说：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请根据以下线索告诉我，说的是哪一种昆虫？线索一，人们都认为它无齿，但后来科学家发现它其实有22颗牙齿。啊，我真的见过这个，但是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线索二，歌曲易燃易爆炸中间有一句是盼我疯魔，盼我解决不渡火。其中歌词里的解决指的就是该昆虫的幼虫。是蚊子。线索一，解决是蜻蜓。对，蜻蜓。蚊子、苍蝇之类的东西。苍蝇的幼虫是蛆。我觉得这不应该了，说到这里有人应该抢答了，但没关系，既然你们都不抢答，那就再听线索三。它的头上复眼拥有纳米复合结构，具备超疏水性和防雾功。好，这是什么昆虫？我猜是蜻蜓。蜻蜓。吓到我了。错。根据我们的规则，张浩林，你可以在听完全部线索之后再答题。它会飞，雄性对人无害，雌性却非常无耻，彻夜难眠呐、啊，让人恨之入骨。蚊子。正确答案，蚊子。蚊子的幼虫就叫孑孓，是由蚊子的卵在水中孵化而成，游泳的时候身体一屈一伸，一屈一伸，俗称跟头虫。这道题太有意思了，最后答案是蚊子，但这边答的是蜻蜓。就说到孑孓的时候，大概想到是蚊子，但是一想线索一里说它有牙，所以我自己心里就把这个答案给排除了。所以你认为蚊子真的无耻？嗯，真的无耻。但它确实有22颗牙。浩林加上一分，现在2-1。第二题又跟生物有关。在热带雨林中，有很多种类的果实，它们为了更好的传播种子，会有一些特殊的装置。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水果。线索一，这类水果原产地在东南亚，但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中国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种植。有壳，有壳。榴莲啊，榴莲的那个核跟荔枝的核心是。线索二，我们食用的是这种水果的假种皮。线索三，它与木棉花是同属于木棉科的植物。
再大。菠萝蜜一颗小。也不小，菠萝蜜一颗也这么大。还没有人抢。那要注意手要快了啊，因为线索四一出来，你们肯定都知道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这种水果被禁止带入酒店和游览。榴莲。鼓什么掌啊？在东南亚一带被禁止带入酒店和游览车的水果有很多。正确答案，榴莲。榴莲是原产于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对低温非常敏感，所以在我国没有办法大规模种植。榴莲是木棉科的植物，请记住，我们吃的榴莲果肉其实是它的荚种皮，类似于荔枝的结构。榴莲通常都有非常特殊的气味。再次给浩林加上一分。还有机会能赶上，继续加油。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生活中常见的化学物质的名称。它在室温下通常为液体，冬天温度较低的时候会成固体。绝对是酸。哦，那就是乙酸。线索二，它由三种元素组成，纯品具有刺激性的气味。不纯品也刺激性好吗？那我怎么觉得是乳酸？就是乙酸，没错。线索三，它可以通过发酵来制取，可以食用，但是不宜大量饮用。除了第一条，低温的时候是固态这一点之外，太上酒，低温不会结冰。我知道不会。线索四，它可以通过将乙醇氧化来制取，与小苏打反应会生成气体。啊，小苏打这眼性二氧化碳吧，是不是？这第四个很明显。我再给你们五秒。好，浩林在最后时间到之前摁下了抢答键，请回答这是什么？乙酸。听到场下选手和观众鼓掌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凉了。它符合大部分线索，比如说它是乙醇氧化而成的，但是我没有见过乙酸在冬天的时候会变成固体。冰醋酸吗？冰醋酸熔点18度。困扰你的是冬天温度较低时成固体这个描述。对对对，让你觉得始终对不上号。因为是在实验室里储存溶剂的时候，都是在一个比较恒温的情况下，我没有见过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以固体形式存在。正确答案，乙酸。或者叫醋酸啊，或者回答冰醋酸也对啊，但是冰醋酸就是它的纯品的名称，叫冰醋酸。乙酸及醋酸纯品称为冰醋酸，熔点16.6摄氏度，是食醋的主要有效成分，但是不宜大量饮用。它可以通过粮食发酵或者乙醇氧化来制得，和小苏打反应会生成二氧化碳。给浩林再加一分，4-1。从理论上来讲，蕾蕾已经没有办法在后面的题目里再超越浩林了，所以这一轮祝贺浩林首擂成功。很遗憾，蕾蕾第一次登上我们的挑战台，但是一轮过后就要回到答题区，希望还能有机会再看到你。好的，掌声送给蕾蕾，谢谢。技不如人，甘拜下风。如果下一期还能有机会争取的话，希望舞台上能再次留下自己的一个脚印。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榜单，终于张浩林摆脱了凌然和刘金石的纠缠，凭借着这一轮的出色发挥，以4分稳居第二名。但是距离第一名坐在他右手边的陈坤宇还有2分差距。但是不要着急，今天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2轮在等待浩林继续加油。
在送走了雷雷之后，我们即将迎来新的擂主站上对战台。这一位就是在刚才答题过程当中速度最快、准确率最高的。林然，有请林然站上对战席。林然，环境工程学博士，一个有温度的科普教育者。很多人看来科学就像是有一些看似冷冰冰的这些公式、这些原理，但其实科学是很有温度、很有爱、很能感动人的，就像刚刚小茶缸感动我们所有人一样。作为第一期首位登上对战台的选手，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求胜的信心，接连战胜两位对手。三原色当中波长最短一定是蓝，一切参照系的原点零。林然继续胜出。然而在面对23人团时遗憾落败，输了。我现在想要做到就是等待属于我的这个机会再到来。今天再次登上对战台的他究竟能走多远？林然终于出战了，他已经想出战很久了。我刚刚在看完积分榜以后，恭喜浩林终于摆脱了林然的纠缠，马上林然又上来了。你这叫死缠烂打。我在站上去的那一刹那，真的完全没考虑对面站的是谁，不管是张浩林、陈坤宇，我今天就想着说我要把我自己做到最好。对战宣言：只为科学而来，只为冠军而战。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哎，做一个实验，戴个牙刷干嘛？你不是天天健身吗？嗯，我看你有多大力气，我将这两个牙刷合并在一起，然后呢？你拉，看能不能拉开。拉开了。是这么拉的？怎么？必须是这一条线上的。左右？哦，你说左右？左右，对，沿着这个牙刷的延长线，对，呀，这俩牙刷，哎呀，挨得这么深吗？这咋还分不开了呢？哎呦，真厉害！你没有？你确定在表演吧？走。哇哇！而且我们后来最后一下方向还是不对的，非常艰难的。如果是完全左右拉，我觉得两个人几乎不可能。这两个牙刷放在一起拉开了之后嘛，我就差不多知道是靠摩擦力了。如果我们在牙刷上面整一点牙膏，挤上牙膏再粘一块，对，我们想要牙膏。你们想要牙膏，试一试。来来来来来，来张嘴，来，你们试试看。这个凭两个人的力气是绝对不可能给他拉开的。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装置，做了一个装置，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上来两个力气最大的。我力气大，超超大，可以吗？那来试试，再来一个男生吧，你来。他这上面已经挤上牙膏了，直接将他。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它已经咬合在一起了，好，来了啊！大家来点掌声鼓励一下。三、二、走！哇哇！啊！已经面目全非了，看到了吗？这牙刷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个牙刷感觉像缺了好几颗牙，感觉像用了好几十年。所以真的很神奇，谢谢两位上来帮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这是很奇妙的物理现象。对，我很意外的是，我以为牙膏会产生一定的润滑作用，但反而让它贴得更紧，感觉，对，感觉牙膏反而像水泥一样，对，给它粘上了。好，接下来我们这道实验题
就和刚才这个小实验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实验区。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实验区，我们的实验员会用牙膏对牙刷进行加固，加固完了之后，我们会把牙刷安装到这个实验装置上，为我们进行实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实验员上场，为我们加固牙刷装置。我们接下来要请出一位特别的实验员，掌声有请他上场。哇，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小天晚上你好。你好，来。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男子柔道队正100公斤级的队员，我叫李洪浩。正100公斤，那还有负100公斤级的呢？对，叫正100公斤级。正100公斤级就是100公斤以上。哦，负100公斤就是100公斤以下。对。哦，你的体重145公斤吧？290斤，所以一位柔道高手，体重在145公斤左右。我们将要看看他和牙刷之间会有一种怎样奇妙的搭配。好，我们接下来的题目呢，要由浩浩来为我们进行题目的验证。来，我们看一看这位运动员他的体重究竟有多少。哇，你明明是152公斤，151左右。他今天是加上了柔道服和运动鞋等等。在我出题和验证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请浩浩穿上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好好，谢谢，谢谢，待会儿见。好。这样，他们准备的实验道具，我出题了，请各位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要用至少几对挤上了牙膏的牙刷，才可以在30秒之内承载住我们的实验员浩浩的体重 ？A 8对 ，B 6对 ，C 只用一半4对。至少几对？我觉得是 A。刚才我们这个实验只是一对儿。各位，我们看一下答案如何。好，现在两位擂主选的都是 C， 但是猜想团当中有不少人选择了 B， 有3位选择了 A。两位先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刚才我拿的这个我自己试了一下，就是我自己用两只手是完全是拉不开的，因为我自己去健身房用两只手拉这个，我觉得应该起码这个可以达到这个30-40-50公斤的这个力，如果加了牙膏之后摩擦力会更大。然后这个浩哥的体重是150公斤嘛，四对起码应该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的拉力，所以我觉得四对应该完全可以承受浩哥的这体重。他是从自己的尝试当中感觉到这个拉力大概在30-50公斤，所以四对他认为应该在200公斤左右。浩林，刚才我和韦坤杰上去和两位主持人一起把一对沾了牙膏的牙刷，那如果是四对沾了牙膏的牙刷的话，就是16个人。16个人可不可以把刚才那位朋友抬起来30秒？我觉得是可以的。我听听 B 选项为什么？来，单人的水平拉力是在20公斤到40公斤左右浮动的。然后呢，刚才4个人拉是不到10秒钟，而且应该是没有尽全力。所以说我简单的相加算了一下，我觉得四对应该承也是承得住的，但是到不了30秒。嗯，所以你认为比较安全的是6对。6对。好，关于 ABC 3个答案我们都听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但是最后实验验证会是哪一个结果，我们就要靠浩浩了。来，掌声有请浩浩，江湖人称浩哥。你戴上这个帽子太萌了。对，好可爱。好，大家看浩浩的胳膊，大家看我的大腿。你能把我们两个人这是一个级别的，两个人能同时抬起来吗？应该没问题。就是我觉得浩浩走你。哇，帅帅的，太厉害。我们接下来开始验证。
我们首先验证八对。浩哥紧张吗？有一点点。接下来我们请实验员帮我们缓缓放下升降机。首先是八组。八组。30秒钟计时开始。现在是只有八组牙刷在支撑浩浩的体重。浩浩脸上的表情看似很淡定，其实内心很焦灼。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因为如果连八组都承受不了，就没有正确答案了。二一，时间到，时间到，答案 A 验证成功。大家先不要欢呼，因为接下来六组牙刷也有可能能达到30秒，那样的话 B 答案也有可能是对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站在左右两侧的实验员同时剪掉两侧的牙刷上的钢丝，我们将牙刷剪到六组。现在已经只剩六组了，30秒。牙刷加油，浩哥加油。撑住，应该没问题。浩浩今天在面对他职业历史上最艰难的挑战。4, 3, 2, 1，答案 B 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至少六组现在没有问题。对，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实验员同时剪断最靠外面的两侧的两组。准备啊，四组啊，现在 C 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就在接下来的30秒。计时开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加油！我看到中间有的牙刷已经绷不住了吗？有，我这边数第二组那个牙刷的头已经歪了，你发现没有？对，牙刷头已经歪了。撑住！坚持住！坚持住！十、九、八、七、六、五。4, 3, 2, 1，成功！既然这样，等一下，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啊，绝对不是折腾浩浩。我们看一看，再剪断一组，但是别剪最靠边那组，我们剪中间的两组的任意一组。对对，剪这组，好。所以四组真的是极限了，谢谢浩浩，掌声感谢浩浩。浩浩今天来协助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们也祝愿浩浩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能够沿着科学训练的道路，对，勇攀高峰，继续加油，摘金夺银，取得好成绩，谢谢，加油，谢谢浩浩，谢谢。虽然刚才最后这一组我们剪掉的感觉有点残忍，对，但是从科学实验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随着最后这一剪子下去，大家明白了，确实我们说的至少四根是这个牙刷和牙膏组合承受的极限。恭喜两位擂主回答正确。曹老师，我们大自然存在着四种相互作用：万有引力、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那么它的强度大概是多少呢？如果说用强相互作用作为一的话，电磁作用相当于差不多是它1%的强度，而万有引力的强度是强相互作用的10^-41次方。嗯，体重是来自于万有引力，是来自于地球对它的吸引力。
而那个牙刷之间的摩擦，我们跟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它是来自电磁力。因此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题目，如果我们的牙刷或摩擦设定好的话，就是也许一对牙刷就能把我们的选手吊起来。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摩擦力这种电磁力相对于这个万有引力这种相互作用，它是几十个数量级的差别，不在于一倍两倍的差别。好，祝贺两位擂主打成了一比一平。好，接下来也只有用答题的方式来看看他们俩谁还能继续留在这里1-23了。一起进入一对一答题时间。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好的，恭喜两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一对一答题，林然和张浩林。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是5道线索抢答题，规则已经非常清楚的，而且两位也都不是第一次站在了同样的舞台上，所以准备好了吗？对战林然，我知道他是那种会冒着一些风险尽快抢答的选手，但是我也没有改变我应对线索抢答题的策略，心里出现唯一确定解的时候才会摁抢答键答题。这一次在进入线索抢答题的时候，我不听到第三个线索，我绝对不把手拍在那上面。林然曾在第一期一对一对战时，仅听一个线索就按下抢答键。微波炉，错误。你太冒失了，其实再多听一个线索，也许你就知道了。电磁炉，我不相信你不知道。知道知道。冒进轻敌导致状态不佳，未能一战到底。这一次我不听到第三个线索，我绝对不把手拍在那上面。已经变得沉稳谨慎的他，能走得更远吗？请听第一题。请主持人用《卡路里》这首歌唱出线索。乖乖来答题，谈情和阳在一起，花和雾有多强极，全雷同雷都可以。好的，严肃一点，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如果没有答案我就继续说第二句了。唱唱唱唱唱唱，唱得太难听了。好听是唱，好听。那我加上舞蹈动作好不好？好，线索二，严肃点。拜拜小颗粒，都是无色小晶体，纯度很高不稀奇，可以溶解在水里。这是两个线索了，你查的要干嘛？你是在等着我唱第三句吗？对对对对对，是，那唱吧。我唱完四个线索，所以你们就是为了听我唱，所以就迟迟不按抢答键。好，那我就继续唱第三句。来来呀炸鸡，赶着天才用力挤，红薯土豆和大米，浑身充满咖。糖。糖。确定吗？这个答案符合目前的所有线索，所以我就选了糖。大家想听第四句吗？拜拜巧克力，想要苗条不容易，香蕉西瓜菠萝蜜，个个甜到你心里，燃烧我的卡路里。好了，回答正确，张浩林先得1分，所以现在的比分是2-1，恭喜张浩林。浩林领先1分了之后就心理压力更大了。来，请听你们的第二题。根据线索说出一种电磁波。一种电磁波。线索一，它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1900年，由法国科学家维拉德在实验上首次发现。伽马射线，看过电影的都知道，波长很短的一个电磁波，我心里就直接锁定了伽马射线。请听线索二，在原子弹和氢弹核爆炸中会放出这种电磁波，对生物体造成杀伤性辐射。第二线索出来之后，我就更加确定是伽马射线了。线索三，有一部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当中有一位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布鲁斯·班纳。林然，这个波长比较短的，其实给我的选项已经不多了。脑海里一直有一个波，但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线索，是在医院里面会经常用这种光波做手术。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它，伽马射线吗？刚才他自己说到，有可能线索当中会跟医疗服务有关系。那我们来听听线索四，科学家已经利用技术手段让它为人类服务。包括医学成像和放射性疗法等诸多用途。布鲁斯·班纳受到他大量的辐射，变成了绿巨人浩克，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伽马射线。因为陪我妈妈去做癌症的治疗，当时为了鼓励她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嘛，我自己也去看了很多跟癌症相关的书，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伽马刀在治疗癌症方面的一些应用。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然后他自己现在也慢慢在康复嘛，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了，所以我觉得这道题答对是送给他的吧。现在两位打平了，2-2，请听第三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家用电器。微波炉。微波炉。林然，你是不是在此类题上栽过一次了？加热食物的电器有很多，对，但是我只知道的就一种电饭锅，叫做微波炉。你的回答是错误。在第一期节目播出后，网友对林然的实力产生质疑，微波炉也成为了林然的一个心结。第一期播出了之后，网友说什么都有，真的压力很大。在微波炉上跌倒过的林然会重蹈覆辙吗？忘记过去，我们朝前看，加油向未来哈。线索一，它的存在可能影响附近 WiFi 的正常工作，所以如果你想安稳上网，就不要把它和路由器放在一起。第一个线索的时候我就抑制不住了，我想着这道题不管对不对吧，就来这么一下。这道题我答微波炉。已经有过这样一次惨痛的经历了，你为什么刚听到了线索一你就要按抢答键？我觉得我的生命从此以后就跟微波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了，所以你们家还是依然只有微波炉，还是在那道题之后买了电磁炉？我后来买了电磁炉，但是发现吧，电磁炉打开它也不会影响 WiFi。微波炉打开，我觉得真有可能影响 WiFi。其实 WiFi 的那个信号是属于低于可见光波的那个信号吧，就是属于波长比较长的。微波的信号也是属于低于可见光波，波长比较长的。只有两种差不多这个波比较接近的才能干扰，所以我觉得微波炉。如果这道题再错，我这辈子再也不用微波炉了。来，我们听听线索二，它的存在可能影响附近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的正常工作，所以如果你想得诺贝尔奖，就让它远离你的望远镜。其实这个线索它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因为曾经在20年前，澳大利亚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突然接收到了一种奇特的信号，科学家们异常兴奋，认为该信号可能来自银河系外，甚至有人认为，哇，终于可以证明外星人的存在了。经过几代科学家不懈的努力、奋斗、研究、苦战，终于发现该信号其实是来自于实验室里的微波炉。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天哪，这个老天也会有眷顾我的一天。第一期节目播出了之后，有那么多的人在网上给我发表了很多很不同的意见。我前一周我都一直不太睡得好，然后我也跟导演说我可不可以不来了，但是因为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尤其是韦坤杰专门写一篇文章来鼓励我，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没有你们我绝对站不到这上来，谢谢谢谢谢谢。
其实科学的道路本身就并不平坦，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做好了在这条道路上面摔跟头、吃苦、受累的准备，所以对你们来说，屏幕背后所说的那些只言片语真的不算什么。只要我们心中有那种信念，有科学这盏明灯，一定会冲破阻挠，达到我们梦想的彼岸的。加油，好不好？恭喜李林然，现在的比分是3-2。接下来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数学家。数学家我并不是特别的熟。关于科学家名字的题目我一般是都不会的。线索一，他是古希腊人，曾求学于柏拉图学院，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中有他的身影。哎，不知道。我知道那幅画。线索二，他反对狭隘的实用主义。欧几里得，欧几里得，现在是对的。曾有初学者问他，接下来很关键哦，学习几何能得到什么？林然，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中没有为国王铺设的大道。我猜可能接下来线索还有一个，他写了一本著作叫做《几何原本》，欧几里得应该是师从柏拉图。来听听接下来的线索，曾经有初学者问他学习几何能够得到什么，他对旁人说给他一些钱打发他走吧，因为他想通过学习获得实际利益。他被誉为几何学之父，他的著作《几何原本》是全世界采用的标准教科书。亚历山大国王托勒密是他的学生，曾问他学习几何可有便捷途径，他回答求知无坦途，成为千古传颂的学习箴言，他就是欧几里得。张浩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4-2，我手上还有最后一道题，似乎林然已经胜局锁定了，你还想继续听完最后一道题吗？那就听一听吧。好吧，那就全当是给我们增长知识好吗？来吧，请听第五题。中国是具有5000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部中国古代著作。线索一，这部著作中最早给出了石油的科学命名。来说这道题的话，我想感谢一下我父亲吧，他最近在写一本书，就是关于沈括的一本书，他有些时候会经常跟我说，哎，沈括的梦溪笔谈，然后他也会给我发文章给我看，但其实他所有的文章我都没有看，但是唯独有一篇文章我看了，他说林然你看石油这个名字其实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他是被我们的老乡沈括写在这部著作里面梦溪笔谈，所以这个答案是梦溪笔谈。谢谢老爸，谢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真提到了石油，他说此物必大行于世，这个预言是完全准确的，但是还有一句生于地中无穷，这个论断可能稍稍有些偏差，因为无论任何资源它都是有限的，包括石油在内，所以保护地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势在必行。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所著，收录了一生所见所闻，已经被多种语言翻译，被称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最早记载毕生的活字印刷术而闻名于世，最早提出了地磁偏角现象的梦溪笔谈。恭喜你在这一轮当中5-2胜出。好的，恭喜林然，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进榜上的积分排名情况。陈坤宇依然傲视群雄，6分排名第一，但是林然张浩林和他的距离缩得越来越短了，但是很遗憾张浩林我们得回到猜想团当中了。谢谢。就算我不是一个胜负欲很强的人，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失落吧。
接下来比赛升级，1对23，挑战开始。林然加油！1对23答题，场上选手将与23人猜想团对战，每道题目的最高比例选项为猜想团答案，场上选手获胜，上榜积分。猜想团答题准确率最高且用时最短的选手将成为下一期出战选手，场上选手落败，猜想团答题准确率最高且用时最短的前两名选手将成为下一期对战选手。好，大家要面对的最后一道实验题，其实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有关系。今年的夏天据说特别难熬，非常热，是吧？嗯，而且各地都说好像气候很反常，全世界各地。你想我老家武汉，以前那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现在已经跌出前五位了。哦，我老家吐鲁番，目前还是中国最热的城市。稳居前列哦，从孙悟空那会儿开始就是。对，哎，真的，它地表温度最高能到60-70度。夏天你最怕的是什么事儿？热，怕热。我跟你讲，夏天最怕就是你把车开出去，停在停车场暴晒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回去一进去，这个是真的。你想象一下，这还是在可能我们熟悉的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城市里，如果在我的老家新疆吐鲁番，70多度的地表高温，你这个车里能热成什么样？我可以烤羊肉串的。说到这里，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强子正带领着外景实验团队，在小妮的老家新疆吐鲁番进行一项高温实验。来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强子。小撒、小妮你们好。现在呢，我是到达了新疆的吐鲁番，这里呢是全国最炎热的地方。那么每天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天气呢平均每年是有99天；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天气呢是有28天。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运，这里的气温大家看一下是43度，那么地表温度呢这更是高达了65度。强子已经熟了。那么我身后呢就是新疆吐鲁番自然环境实验研究中心，也是东风汽车进行高温实验的实验场。我们都知道，强烈阳光照射带来的高温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困扰。我们现在看一下，我的手机已经死机了。那么电动车中的电池是如何在高温下正常工作的呢？我们请专家为我们解释一下。锂离子电池的最佳工作温度在20度到30度之内，如果没有降温措施，高温天气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包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电池智能温控系统可以让电池在高低温环境下都能够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哦，好的好的，谢谢。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除了会让电池停止工作外，还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身后呢就有3辆的170的电动车，模拟了3种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情况。这部车呢只有织物座椅，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部车的中控台上面呢，放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毛绒玩具，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样做。那么我们这里如果放置一瓶矿泉水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角度。那么这部车上呢放了一只皮质的钱包，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透镜。如果刚好矿泉水瓶形成了聚合的光斑，会对我们这3样物品形成影响吗？这种事情还是真常见，夏天谁在车里不搁瓶水啊？ 对吧？而且有的时候一走一下车，水瓶就这样扔在车里。对，你随意一扔，你都不会注意它下面垫着什么。对，纸巾、钱包都有可能。所以老说汽车自燃自燃，其实不是汽车自己烧起来，很多情况下所谓的自燃往往是汽车里面的一些状况导致它发生了燃点，最后引燃了车内的其他物品。那么刚才强子说的这个水瓶，
要不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看。现场正好有光，对，我们可以找一个光源来现场，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小妮，请戴上这副偏光护目镜。接下来，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一台聚光灯。这台聚光灯的光线非常的强烈。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光。开灯。哎，啊！我，你在演？我的脖子那扫过去，一阵灼热。哎，其实光本身没有那么吓人，你看，对，有一定热度，是热的。但是现在，我跟小妮各拿一张，上面有一个黑色涂层的纸。我们看一看，如果用这个水瓶把光斑聚集在这个黑色的部分，会发生什么？好，我们看到，如果现在我把这个瓶子靠近纸张，用瓶子形成的光斑打在小妮的手指头上，什么手指头？对，纸上。哦，对，纸上，用瓶子形成的光斑照射在。等一下，我要找到那个光斑。哇呀，这么快！天哪，我才刚放上去啊，好快啊，天哪，我没有想到它的威力能有这么大。因为它本身啊，它把这个纸的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本身就对热辐射的吸收就比其他的浅色的东西要更强。还在燃烧，还在燃烧，还在燃烧。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下，经过刚才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实验，你们可以感受到矿泉水瓶如果遗留在车内，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光斑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车里面放置的皮革的钱包，有一些车辆的座椅本身就是皮革，所以皮革钱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皮革的座椅，毛绒玩具还有织物座椅，这三种物品我们会在车内发生怎样的变化，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在暴晒的车内，阳光透过水瓶的折射后会对以上几种物品造成灼伤？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这个灼伤我个人理解就是使它发生变化，不见得是烧起来。对，不见得是要燃烧起来。灼伤他用的这个词烧伤，林然选的是 C，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C， 为什么？林然，这种现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水瓶形成了一个凸透镜，就跟我们之前小时候经常会拿那个放大镜对着那个太阳烧这个纸玩一种感觉，就是能够把太阳光的能量都聚集在一点上。我们以前能够见过它把这个纸啊，把这个织物啊，把这个布啊，其实都能烧着的。所以我觉得织物和这个毛绒玩具这两个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的难烧。然后皮革的钱包我自己认为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容易受热影响的一个物质，所以我觉得织物然后毛绒玩具和皮革这三种东西应该都会被这个凸透镜的这个给灼伤。坤宇，这道题我选 C， 其实是因为一个在旅游中收获的生活常识。其实在我们旅游中去森林公园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这样的告示，不要把装有水的塑料瓶丢进草丛里面，水瓶汇聚阳光之后阳光照到草叶上，如果草叶比较干燥的话很容易发生森林火灾。而且以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各个旅游区才会给大家竖牌子，不要让大家乱丢水瓶。那么如果温度已经高到了可以使草叶燃烧的程度，我觉得灼伤无论是皮革啊还是毛绒玩具啊或者植物都是足够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说乱丢垃圾，无论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啊还是防止森林火灾的角度都是这样。谢谢。好，关于这道题我们都各自说了理由，只有选 B 和选 C 两种可能，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至少有两种会被灼伤。我们来看看强子在
吐鲁番外景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实验验证。大家真的都应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真的是太热了。我现在手里呢有一个测温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车体表面的温度是多少。这边是个探针，我们看一下，哇，难以置信，达到了60摄氏度，60摄氏度，都不敢碰，太可怕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织物座椅的情况，它的光斑呢形成在左侧，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而且这个孔现在慢慢的在变大，而且这个车里面已经有烧焦的味道。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天哪，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哇，太高了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部车什么情况。首先已经有一个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物品，也就是毛绒玩具。这里是一只毛绒小狗，那么这个光斑刚好形成在小狗的屁股上。我们观察一下，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哎呦，你可着了，对，它颜色有点不对了。是啊，这个小狗的毛已经开始变得卷曲了。我们来测一下它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呢是100摄氏度。我相信再烤一会儿的话，可能小狗就要着了。我们继续看看。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皮革钱包的情况，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小撒小尼，我们现场已经有非常精确的实验结果了，那么大伙儿你们猜对了吗？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科学猜想团选择的 C。 祝贺各位都答对了，而且这道题其实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答对题不是关键的，关键是答完之后所有的观众知道以后千万不要随意把这样一瓶看似无害的水随手乱扔，车里也好，车外也好，野外环境也好，一旦加上阳光的这个折射，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一个最可怕的隐患，所以拜托各位多加留意，谢谢。曹老师，物体是吸收这个太阳光和反射太阳光是那个物体本身的性质，如果一个物体能够把所有的光完全吸收的话，它就是黑色的，极端情况下叫黑体，而如果极端都能反射出来，一点不吸收的话叫白体。我们的物质吸收了这个阳光，它造成的情况可能是就是本身融化，有些物质很可能是表面一点损伤没有，但它整个物性改变了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光吸收的方式和不同吸收方式造成的损伤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差的这种情况和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况才是所谓的燃烧，汽车里放置矿泉水瓶会发生聚光，那么聚光处呢会产生高温，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发生燃烧，但是一旦发生燃烧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谢谢曹老师。好，接下来林然同学，到了你最后通过答题要挑战23倍的时候了。林然现在的积分是4分，如果他挑战成功的话，他就能够跟昆宇并驾齐驱，但是能不能做到就要看后面这几道题林然的表现，当然关键也要看我们所有猜想团成员的表现。进入我们最后的答题环节，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由金鹏电动三轮车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林然，我特别想听听你的对战宣言，能给自己打打气吗？只为科学而来，只为冠军而战，霸气。
这是林然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对，但是我相信这个目标不光是林然一个人的，全场所有的猜想团成员每个人心里也许模模糊糊隐隐约约都有那么一个冠军的影子在召唤自己。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一季加油向未来的冲刺阶段了，究竟谁能够成为本季的冠军，可能分晓就在这一两期。所以今天对于林然和陈坤宇来讲，也许都会是非常关键的一战，因为这一战可能会改变排名，也可能会改变后面整体的局势。也希望林然今天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加油，做好准备，请听题。平时我们经常使用的 A4 纸，其长度与宽度的比值最接近以下哪一个数字？ A 根号2， B 根号3， C 黄金分割比的倒数。请作答。纸是对折之后形状不变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林然选了 A， 而我们的猜想团最高比例是 C。 对，林然你为什么选 A？ 为什么是根号二？根号二是1.4级，根号三是1.7级，黄金分割比的倒数1除以0.618差不多是1.6级吧，所以凭我对 A4 纸的记忆吧，差不多1.5左右吧，让我自己想的话，所以我觉得可能1.4会接近一点。好的，林然根据他的印象和大概的比对选择了 A， 正确答案是 A 根号二。甩开了二十三人团一道题，哇，那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还剩1/4，再继续努力。我们如果将一张 A0 的纸沿长边对折裁开，会得到两张等大的 A1 的纸。A1 以同样的方式裁开，得到两张 A2 的纸。以此类推，一直到 A4， 它的长宽比都是一样的。所以纸张长度与宽度之比等于宽度与1/2长度之比。解开这个方程之后，可以得知，长宽比为根号二，约为1.414。恭喜林然，先得一分。来，我们听第二题。在医院做 CT 检测时，可能会用到一种名为碘海醇的注射液，这主要是利用了它的什么性质？ A 碘元素可以防辐射，减少 CT 对人的伤害作用。 B 碘原子的电子个数多，对 X 射线吸收能力较强。 C 碘元素对甲状腺激素分泌具有增强作用。 A 吧。来看一下林然，你的答案是 B。 CT 是电脑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它扫描的原理就是 X 射线的原理，因为 X 射线对人有一些部位是比较有辐射伤害的，所以我们要对人产生一种保护。而碘元素作为第七族或者叫第十七族卤族元素，它的电子结构是正好可以吸收 X 射线在这个频段的频率的，所以在加入碘元素的之后，会对人在做 CT 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保护，所以这道题我自己的选择是 B。 但 A 说的也是对人产生保护啊， A 说的是碘元素可以防辐射，减少 CT 对人的伤害作用。林然是不是摁错了？因为我看 A 好像写的是对人体有保护作用，然后 B 写的是因为碘元素电子个数多，然后对 X 射线吸收能力强，对吧？ B 说的是碘原子电子个数多，然后刚才听你解释就觉得有点奇怪。所以你认为林然选 B和他的解释是对不上的？对，那就是应该是吸收 X 光之后对成像有帮助，应该不是防辐射，应该是对成像有帮助。所以吸收 X 射线的能力更强，到底是为了保护病人，还是为了成像更清晰？正确答案是碘海醇就是一种造影剂，由于 X 射线主要是与电子相互作用，因此元素周期表中含有电子多的元素对其吸收更明显，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回答正确。
但确实它也有保护病人的作用，就是因为多数重元素都有毒，但是碘元素相对要安全的多，所以用它作为造影剂其实是保护病人的健康。林然得到了2分呢，现在林然以3-2领先1分。还有3道题，林然加油。请听题，新能源汽车是采用非常规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者使用常规燃料和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的汽车。关于这种新型汽车，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相对于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对人体有较长的电磁辐射，可能会导致司机和乘客脱发失眠。 B， 下雨天不宜充电，也不宜开上路面，以防漏电发生不测。 C， 以上2个选项都不正确。这还能错吗？谁答错我就拿电动车把你送走。来看看大家的选择，你先说说为什么 C。 好，我来解释一下吧。其实我自己以前在做科普的时候，我们科普的团队写过好多篇关于电动汽车的，因为我们都是做环保的嘛。嗯。电动汽车就是用了这个比较新型的一个蓄电池，是电池在里面给它提供电力，跟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手机啊无线电那个电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没有电磁辐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下雨天路滑会发生短路，我们如果能知道那个电池放的那个部位，其实是被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所以我觉得 A 和 B 其实都是不太相关的。所以你认为这两个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可能都是人们的一种误解。对，嗯，对。刚刚林然说错一个，他说用的是电池，所以没有电磁辐射，这是绝对错。对，这个表述是不对的。这是绝对错的，为什么呢？咱们看曹老师说了那么多次，都说了这个电和磁，它其实是一个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它肯定是有电磁辐射的，只不过是它的这个量级。对，我就可以这么说，你知道我们在电视台工作，我们工作的环境，就是这些摄像机、这些电器设备，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电磁，尽管这个辐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剂量。但是实际上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对人体还是有影响，所以电动汽车它的这个电池产生电流的时候它一定会有电磁辐射，但是会引起脱发失眠，这个没到那个程度。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前2个选项都不对。其实像东风风神 E70 通过 EV test电磁兼容辐射测试出的电磁辐射值是小于0.2微特斯拉，嗯，和手机啊、笔记本啊、洗衣机啊是一样的，嗯，所以电动车的电磁辐射值是处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同时，新能源汽车有成熟的涉水保护技术和电池封闭结构，开到水里也不会漏电。恭喜林然，也恭喜我们的各位选手，各加1分。接下来，请听第4题。还剩最后2道题，我心里也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就想着不要失误，不要失误。请听第4题，关于打火机，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钢轮火石摩擦式打火机的起火材料中含有稀土元素。B， 常用的电子打火机中用到了压电陶瓷材料。C， 打火机内储存的可燃物质是压缩为液态的乙烷。啊，这个乙烷分子量太小了。好，看看大家的选择。林然选择的是 C， 和大家的选择是一致的。来听听林然。A 和 B 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然后 C 我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确定，它是不是乙烷？小时候会不小心把这个打火机打碎吗？然后如果是乙烷属于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烃类物质，如果是它回到常温下它应该非常非常快的就挥发，但是我们小时候如果打破那个打火机它的那个液体还能在地上停留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它应该不至于是这么小的一个烷烃的一个物质，应该会是碳链更长的一个物质。来，坤杰。在高中化学里面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知识，就是说就是它的分子式上碳的个数是小于4的时候，它常温常压下应该是气态的，
就是乙烷它其实是 C2， 所以它肯定是常温条件是气态的，而如果你要把它压缩到液态的话，肯定是需要高压的。而我们常见的打火机它其实是就一个塑料的机身它就可以了，那你觉得那个塑料它能够把那个高压承受得住吗？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是乙烷这种东西。谁能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乙烷到底是什么？你旁边这个姑娘，我们现在常用的打火机里面所用的是液态丁烷。回答正确，依然是双方各加一分。来看一下现在的比分是5-4，凌然领先一分，来到了最后一题。只剩最后一道题，我就想到之前在最后一道题上失误的那个场景了，所以心里其实是非常紧张的。请听题，用微波炉你真的是跟微波炉干上的。用微波炉把水加热足够长的时间以后，需要放一会儿才能取出来，否则水可能在取出的时候瞬间沸腾，从杯子当中涌出来，对人体造成伤害。对于这种危险情况，以下的表述错误的是 A， 加热刚结束的时候水还没有沸腾，但是温度可能已经达到了沸点。 B， 纯净水比自来水更安全，不易发生瞬间沸腾的危险。 C， 在杯子当中可以放一些餐具，比如叉子筷子等，以减少该现象发生的概率。请回答。凌然选择的是 B， 而猜想团的成员最高比例仍然是 B， 那只有一种可能，锁定了胜局。先提前掌声祝贺凌然吧。不管这道题大家答对还是答错，凌然都已经挑战成功了。最后看到23人猜想团在选了 B 的时候，然后心里就觉得 OK， 都完成了，然后压力一下就放下了。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凌然，也恭喜我们的猜想团成员全部答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缺乏气化核的情况下，液体处于不稳定的过热状态，可以达到甚至超过沸点而不沸腾，搅拌、震动或者加入杂质都有可能使之瞬间沸腾。越是纯净的体系，这种现象越明显。为了减少危害，一方面要避免均匀加热过于纯净的液体，另外一方面可以在液体中放入有边有角或有孔有洞的物体，提供界面，帮助这些气泡提早生成和释放。祝贺各位得分了。所以现在不光是水沸腾了，我相信虽然凌然脸上平静，但是内心早已沸腾，终于赢在了微波炉上祝贺凌然挑擂成功，为你骄傲。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积分榜上的排名情况，陈坤宇、凌然以6分并列第一，张浩林以4分占据第二，刘金石以3分排在第三，后面韦坤杰、李霄然、王文轩、李佳辉、谢一阳仍然是1分紧随其后，各位加油。而下一期将要站上对决台和凌然面对面去争夺这一集优胜的人士。掌声送给陈坤宇。哇，好期待下一期啊。我觉得陈坤宇是最强的，战胜他的话需要运气再帮帮忙吧。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期待下一轮赶紧到来的。凌然其实很强啊，如果那个题目给一个平均的题目，我碰上凌然胜率最低，因为他的风格和我最接近，就他和我一样反应很快，很可能抢不过他。下一期加油向未来将是强者之间的对抗。对，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准备更加精彩的让人不可思议的实验，期待着各位在下一集继续和我们一起加油向未来。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团队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蓝箭航天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再见。奔跑别等待，寻找春暖花开。
加油向未来第三季将向太空发射一枚结合了对地观测功能和空间实验功能的科普实验卫星。我们的空间实验准备与火箭进展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朱雀一号火箭已经完成全舰总装及全舰起束测试，傲然挺立，蓄势待发。三位博士也已完成东风空间实验舱的构思设计，着手制作。据我所知，现在液态金属这样的一个实验，目前全世界还是绝无仅有的。是，其实我们导师牛进教授之前在云南的北盘江大桥上面已经模拟了做了一个自由落体实验，100米的高空上，然后把液态金属让它实验这个自由落体运动，观察这个液态金属在微重力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北盘江大桥毕竟都是微重力的，还没法实现这种零重力的，所以说这样一次实验如果有机会到外太空呢，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夙愿。我们在设计这个实验舱的时候，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考验的。卫星给我们提供的实验载重是800克，尺寸大概是10×10×10这样一个立方体空间，所以我的实验舱还有实验方案的选取都会受到这样一个约束。这个是我们设计的实验腔体，上面是有摄像头放在一个金属壳里边，最后也是不断的去试验才确定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验方案。像这三个实验舱，第一个实验舱是观察这个双流体它在外太空中可能有一些固液相变这样的变化。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些操作，所以它是需要一个曲线的这种形状，希望它能够沿着轨道进行运动。第三个实验舱是放一个土豆的实验，这样的一个实验也不需要过多的仪器操作，那么我们也选取了一个比较小的，并且和第一个实验他们是并排在一起。高博士说是要一个尺寸高是2.5厘米，然后它的宽是2厘米的土豆。大的小的，然后我就特地拿了把尺子去菜菜市场量。当时看着金娜小朋友带着一盒小土豆的时候，感觉比较有趣的，但是真的很用心，挑了好多小土豆，给你看一眼。啊，就这个呢，就是咱的，就是将来土豆要往里放的这个土豆。对对对，这么小，这个实验舱吓到我，然后我装土豆的就是一个特别小，就大概就是一个枣这么大，我就惊呆了。我给整个实验舱设计的电路板是用来集成摄像头，当卫星向我的控制器发送指令，比如说开始拍照，这样我的控制板接收到指令之后会做出相应的响应来控制实验装置进行拍照，并将所拍摄到的一个图片的数据进行处理之后，然后再通过数传将我们的图片发送到地面上。东风空间实验舱封装完毕后顺利通过了震动、加速度及热真空测试，达到卫星升空要求。此时科普实验卫星已逐步完成装配，随着东风空间实验舱的装入，一颗承载着我们太空实验梦想的卫星即将扬帆起航。太空我们来了，太空